厂长，男人中的男人有着非常强大的传送技能，所以他就有着非常强大的控场能力。还有厂长的怨火啊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木炭，他可以在你的追击途中帮你干扰求生者，哎，甚至还可以帮你打他，哎，所以说控场、守尸啊，还有鞭尸，我说了算，我说的。开玩笑的，好孩子千万不要随便去鞭尸哦。哎，那么得益于厂长的红娃在传送的途中可以使用普通攻击，哎，那么就体现出了有次元斩和灯笼斩的打法，哎，就像视频中的这样。别问我为什么没有展示次元斩，因为我不会。哎，那么有了这几个拔高上限的操作啊，在一些强大的绝活歌手里那是打得赏心悦目。哎，那么为什么厂长现在还这么弱呢？那么有一个大原因啊，就是因为厂长这沟槽的追击能力在前期啊属于是谁来都能163台的那种，还有一点啊就是木炭的智商了。哎，那么众所周知啊，人与人之间尚有差异，那么木炭与木炭之间也亦有分别。强大的电气木炭总是会在关键时候出手来帮你挽住一波巨大的优势。哎，那么颠八的木炭啊思路更加清晰啊，他深知死磕一个人是不会有结果的，所以他选择去控场。就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木炭他在想什么，人就在他脸上，他扭头就走，哎，跑去别的地方去了。就你这，哎，你也很稳健是吧？行，我坏了，怎么一上来给我整个最难抓的？啊？怎么一上来给我整个最难抓的？直接，哎，我怎么转不了视角了？耶，哦，木炭出来了。直接木炭上，有本事你下滑梯。哦，你真下呀！啊，你真敢下呀你啊！哎，走，你继续走，给我打火，上木炭，没有用，收回。哎，再下木炭，一刀好，压住身位，打火机是吧？那当然是这个最好抓了。闪现好了，闪现好了，闪现一击好，我靠，三层猴，我靠，不是哥们，两个人来救，那木炭扣火，我一刀，众所周知木炭放出来就是来震慑的，哎，可以，木炭还给我拔了一刀，不错，还有大猴，我们扔船次元斩啊，没打出来，哎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把他大猴给抵消掉了，哈哈，哇，帅，哈哈，就问你帅不帅吧。哎呦，哎，一上来就晕我一下，好，你小子可以，我很欣赏你，一上来就给我来一下啊，我操，这医生干什么，我操，这医生世人握持，哇，这个人，哎，我操，我那个骚哥，我操，孤寂小丑，孤寂小丑，你真的是个天才，我操，笑稀了，我操，受不了了。哎，你一个人救得下来吗？啊，我有强大的木炭，我靠，强大的守尸能力。哎，啊，飞轮没有用，来压死，压死木炭，来木炭，好，哎，你我兄弟并肩，谁人能敌啊？定可一战而擒啊！哎呦，两个人都来，哎呦，先一刀，哎，然后不急，直接传来，给大伙展示一个灯笼斩啊！来，直接走，哎，可惜了，只拍到个心理学家，哎。哎，没事，嘿嘿。哎，对于我这个厂长萌新来说，哎，打出这个灯笼斩就已经相当的帅气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哎，这边有休息的声音。
还在修。啊，还修？我操，这么勇！刷什么小视频呢你？啊，你，来，木炭进去，干他！哎，好，嘿嘿，木炭真给力，这勘探员识人握尺。我靠，来都来了还敢休妻，那你就在家室好好待着吧你。哎，这边，哎，马孩，哎哎，哇，一样的震慑，哎，我就喜欢，就喜欢你这样式儿。来，出来，哦，园丁，来，木炭。一刀好，啊！众所周知，木炭扔出来就是来震慑的，爽！直接过来，再给他挂上，爽！哎，空军过去了，赶紧丢个红娃进去，能丢吗？好像丢不进去，算了，他掏不要紧啊，我们只要有透视，然后打落地刀。哎，算了。哎，落地刀好，然后赶紧，他不能卡半救下来吧？过半！哎呀，给他卡到半了。哎，给他卡到半了，算了，那直接走吧。园丁挂上，我操！你不准摸我女儿！两个人都在那边，怎么敢还在玩啊？不行的，你不准摸我女儿！哎，我操！我打出来次元斩了！哇！我打出来次元斩了，兄弟们！靠，太帅了！快继续打了！一刀！好，高超的控场技术。一刀好，然后一刀枪，你枪呢？哎呀，好，真真带枪叙事，爽！我操，打出次元斩了，家人们，好爽啊！我操，你知道对于一个萌新厂长来说，打出次元斩意味着什么吗？哈哈，游戏结束了，单枪匹马赶来救我的人啊，木炭。然后震慑，众所周知，木炭扔出来就是要吃震慑的，哈哈。白总，木炭，哎，我操，你真敢翻呐你啊啊！哎，你个记者，他妈的，你又不能 OP， 你他妈还不走干什么啊？还不走？还不走，假身位，回头，然后闪现翻窗震慑，漂亮！我操，你又不能 OB， 你还不走，走在这晃什么晃你啊？晃！来，木炭，跟我实现两面包夹之势，快拍打木炭，打他！哎呀，废物木炭！妈的，木炭你是真废物啊，木炭！啊！妈，废物木炭！哎，把鸟，哎，可以，哎，把先生的鸟打掉了，啊，还行，骗了一只鸟出来，还可以。哦呦，来了！哦呦，哎呀，来了！啊，打团了是吧？啊，来打他妈厂长的团了是吧？好，哎，你们玩，敢来打我的团？啊？打，闪现不能用，来打团是吧？好，来打团，来，身位够，翻窗，闪现，震慑，漂亮啊！啊，跟我打团，啊，不是很喜欢打团吗？门口甩个木炭，好，哎，门口再甩个木炭。
来，飞轮，来，木炭上去，站哪？来，就这啊，就这本事还打团？哈哈，还敢抱团？木炭，还敢抱团？啊！啊啊！哎呀，木炭，我操！今天的木炭太猛了。今天木炭在我头上吃饭。今天的木炭，你，小样，跟我玩？你妈还是太嫩了点。